大家好，我是老明，欢迎回来《世纪帝国》。那么，我们的战役斯夫尔扎哦，依旧继续哦，浪子回头。如果斯夫尔扎认为拿下领地就能保障自己的安全的话，那他就是个傻瓜。因为那不勒斯的国王对轻易落进无赖雇佣兵手里的城市虎视眈眈，斯夫尔扎需要盟友。他那死心塌地的表亲米凯莱托给他带来了一支西吉斯蒙多马拉提斯塔带领的威尼斯军队，但这个佣兵头子需要更强大的盟友，于是他把最大的赌注压在同自己多年老友的会面上。你大概会以为当斯福尔扎踏进米兰宫中的时候，维斯康提会下令逮捕他，不然就是皮奇尼诺亲手将他杀死，但结果出人意料，维斯康提居然像接纳任性儿子的父亲一样接纳了他。斯福尔扎跟公爵的女儿最终结婚，这个举动的暗示太明显不过，这代表着当维斯康提死后，斯福尔扎将统治米兰。无论公爵在盘算什么，对这个浪子的垂爱惹怒了皮奇尼诺，他恼怒地撕碎了委托，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米兰。既然维斯康提没有看清斯福尔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皮奇尼诺只能另找一个新主顾。他投靠了那不勒斯的国王，并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摧毁斯福尔扎。打败皮奇尼诺，又是要打败你。兄，我应该靠自己闯出一番名堂了。我会跟马拉提斯塔一起为威尼斯服役，愿我们家族百战百胜，愿你早日打败皮奇尼诺。我们又见面了，弗朗切斯科·阿滕多罗。不过这回再也没有什么表兄弟帮你了，就只有你和我。
赞美，太太赞美。来打我吗？还是你希望我会被你磨死？我现在当然是不敢来打你啊，你那么烂，对不对？
赞。在你的城堡里吧，懦夫！我的大炮不会对你手下留情。Quando? Presto. Ai. Thank you.
Podio. Same. Presto. Podio. Salve. Presto. Correcto.你终于丢掉了你那些甘草叉和铲子，组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终于可以公平较量。
内陆去吧，斯福尔扎。我到山里去吧，我控制了这个湖。Salve, quando?
Salve. Vero? Correctus. Sane? Correctus.他射这个没关系。做坏事。
Cuando. Ein. Sane.
sale. Hay comida. Hay sale. Puño. Presaje. Comida. Resto.
vero. Hai respiro. Agro. Corro. Sane. Pugno. Hai. Domina. Sane. Vero. Hai. Corro. Pugno. Agro. Hai. Corro. Hai. Pugno. Agro.让你从我这里夺走的每一样东西都付出代价。
Salve. Reficio. Ein. Ein. Correcto.
Nein, Presto. Nein, ein. Aguero. Sane. Presto, ein. Pero. Comida. Ein. Julio. Ago. Porro. Ein. Sane. Aguero. Presto, Sane. Ago. Ein. Presto. Sane. Ein. Comida. Presto. Ein. Ago. Ein. Sane. Ago. Porro. Pero. Pugno. Presto. Porro. Ein. Pugno. Ein. Presto. Comida. Pero.结束，他投降了。我是没完，斯库尔扎，我到死都会缠着你。我的儿子会继续我的事业，总有一天会让斯库尔扎家族颜面扫地，到阴沟里去。可以自己建筑就是爽。斯福尔扎和皮奇尼诺的恩怨被摆在了席卷整个意大利的战争中央。先是斯福尔扎带着米兰人跟皮奇尼诺带领的那不勒斯人打仗，随后斯福尔扎倒向威尼斯人后，皮奇尼诺又投靠了米兰。打着谁的大旗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二人之间的较量才是这场战争不变的焦点。然而斯福尔扎的狡诈成为决胜的关键，他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接连打败了皮奇尼诺，在丢尽了脸面之后，皮奇尼诺在维斯康提那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并在米兰对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咒骂着斯福尔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丧命之后，斯福尔扎似乎决定去实现他最大的野心。随后在命运的捉弄下，菲利伯·维斯康提死了，打乱了斯福尔扎的所有计划。不过这一集还是皮奇尼诺还是很算是蛮有威胁的，他的湖面战力真的不错，但很可惜他只限于湖面而已，如果他不纠结于湖面的话，威胁就很大了，威胁就很大。可惜他太纠结湖面了。对，那么各位，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啦，谢谢大家观看，那喜欢我这边麻烦大家订阅，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就去玩。那我们就下期见喽，大家啵啵。